上被骗的赛，他明天应该是准备会上阵，然后就希望这三场比赛，然后都可以准备把它准备好，然后给教练使用。你对于胜利队的？今天下午会看情书，还是晚上会看情书，然后大致上就是每个人面对队的，就是每次风格也是竞争，希望就是好好去看这个。因为大家现在先发中继，那当然，然后赛前准备先发跟中继，跟热身赛比起来，这是自己在先发或者中继上面自己会做的。就是一样，就先发就是准备当天比赛，那中继就是跟着球队的一些一起做。大致上其实。因为会提早出去，先发投手一定会提早出去，就觉得都无所谓啦。就是上投手，然后比赛开始那一瞬间，可能肾上腺素就鸡皮疙瘩就会起来了，那时候就